点疾病自我治疗本温点一点神经与精神疾病头痛一点服用适量的阿司匹林二点适度的运动三点睡觉四点避免打盹五点以平躺姿势入眠六点冷敷头部及颈部七点热敷头部或洗热水澡八点深呼吸九点自我检视是否处于紧张的状态十点按摩虎口或脊椎两侧十一点在上下牙齿间放一支铅笔但勿用力咬紧有助松弛肌肉十二点在头上绑绷带以减少血液流向头皮可缓和头痛十三点不擦香水十四点勿施力过猛十五点避免吵杂十六点保护眼睛十七点避免饮用过多咖啡十八点避免嚼咀放松肌肉十九点少吃盐二十点准时用餐二十一点避免某些食物如含硝酸的腌制品味精等二十二点禁食巧克力因巧克力含前酪胺可能引起头痛二十三点勿边开车边吸烟以免吸入过多一氧化碳二十四点少喝酒二十五点品尝冰淇淋食应慢慢适应二十六点培养幽默感二十七点服用维他命 C 二十八点做脸部运动如扬眉眯眼皱眉张嘴移动下颚皱鼻半鬼脸等失眠一点硬性规定睡眠时间二点勿在床上浪费时间待有睡意时才上床睡觉三点睡前保留一些安静思考的时间整理纷乱的思绪有助安心入眠四点专心睡觉不要在床上做其他的事如阅读或讲电话五点避免兴奋剂如咖啡可乐香烟及巧克力尽量在四点前食用六点避免喝酒七点避免可能干扰睡眠的药物如气喘喷剂八点避免日夜颠倒或作息不定九点睡前避免甜或油腻的食物牛奶面包或水果较好十点布置舒适的睡眠环境十一点放松心情十二点使用耳塞眼罩等工具十三点做运动十四点睡前做爱如果你认为做爱是一种享受的话避免邪淫更勿在生理期坐月子并刚好时做爱。十五点洗温水澡。十六点失眠情形严重的话要必须就医。健忘。一点加入联想。二点将手做成照相机的样子。按下快门。假设存档。有助于记忆。三点自言自语将容易忘记的事大声念出来四点列一张清单将可能忘记的事情列在纸上特别是小事五点将要记忆的东西分门别类较不容易忘记六点以编故事的方式将要记忆的事情串联起来七点把名字与脸孔一起联想有助于记忆人名
八点寻找事物中的标记物。例如将当时社会上的大事与个人经验结合。九点重点提示以帮助记忆。十点阅读阅读不断的阅读。十一点不时的给测验自己。十二点保持平心静气。十三点小心药物及烈酒。可能导致健忘恐惧症。一点逆转负面的想法。二点勇敢地面对恐惧。可以消弭恐惧。三点转移注意力。也许以阅读、朗诵、深呼吸的方式来减少恐怖的想法。四点测量自己的恐惧度。加以记录以了解原因。五点鼓励自己经由克服恐惧来获取成就感。六点避免咖啡因的食物。如咖啡、茶、可乐及巧克力。七点以活动方式消耗因恐惧而引发的肾上腺素。忧郁症。一点面对忧郁要处之泰然。因为悲伤是必经的常态。二点找些事情做。转移注意力。例如散步、下棋、骑脚踏车、阅读等。三点从记忆中寻找快乐。四点找朋友倾诉。加以发泄。五点大哭一场。尽情的流泪。六点冷静的分析情况。七点凡事只求尽力。结果的呈现并非自己可以决定。八点运动有助于克服忧郁症。如果平日就有运动的习惯，不妨试着耗尽全身力气。九点涂鸦，以写字或画画来抒发感受。十点直接的问清楚怀疑的事情。十一点找些很乏味的事情做以分散注意力。十二点放松自己，慢下脚步。十三点忧郁时避免做重大决定，以免决策错误时忧郁更严重。十四点即使情绪低落，还是要尊重他人，不可迁怒他人。十五点远离百货公司，避免不理性的购物。十六点关紧冰箱，避免以吃东西抗忧郁的冲动。十七点营养能控制情绪，维他命 B 群可以帮助抗忧郁情绪焦虑。一点改变你的态度，以正面的角度看待事物，危机也可能是转机。二点保持乐观，缺乏信心时，不妨以过去的成就与未来的美好前景鼓励自己。三点想象自己在一个舒适愉悦的环境中，有助于消除焦虑。四点反复地告诉自己，一切都没有问题，我可以应付得来。五点暂时放松数秒，拒绝受焦虑摆布。六点向窗外眺望，将视线转向远方，避开低潮的气氛。七点深呼吸。八点放声大喊。九点伸展肌肉，有助于缓和焦虑。十点按摩肌肉以缓和肾上腺素的分泌。十一点按摩太阳穴可疏解疼痛及松弛颈部的肌肉。十二点左右移动下颚，可松弛脸部肌肉。十三点上下转动双肩，配合深呼吸以放松紧绷的肌肉。十四点洗热水澡。十五点运动可
消耗一些紧张的化学物质，虽然使肌肉疲劳，也放松肌肉。16点听音乐，可放松肌肉，也释放心灵。运车运船及运机，一点转移注意力，不要一直觉得会运车运船或运机。二点避免臭味，特别是引擎、汽油味、烟味、鱼腥味。三点禁止吸烟，不管是不是吸烟者，都应远离香烟。四点避免饮食过量。五点保持空气清新。六点避免饮酒过度。七点睡眠充足。八点尽量固定头部。九点坐在前座。十点勿在颠簸的车上或船上阅读。十一点到通风的地方透气，例如甲板。十二点注视固定物体，有助平衡感觉系统。十三点服用晕机药。十四点食用姜粉胶囊。十五点吃点橄榄或柠檬。十六点吃苏打饼前帮助吸引胃液。十七点喝些可乐或其他碳酸饮料。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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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二点血液循环与内分泌疾病高血压一点控制体重二点减少用烟三点减少喝酒喝酒和高血压的关系极为密切四点维持钾和钠的平衡比例约为三一五点补充钙质六点避免锻炼肌肉的运动以免血压突然窜高七点进行有氧运动八点考虑吃素九点经常量血压十点保持心情愉快十一点少说话十二点也注意配偶的血压研究显示夫妻双方的血压将互相影响十三点与宠物玩耍可降低血压低血压一点做紧压运动起床或站立前以紧压伸缩的方式握手可提高血压抵制突然的血压下降二点心算可提高血压愈复杂的心算效果愈好三点少量多餐四点垫高床头及调整睡眠方式使床头高于床尾并在起床时慢慢坐起静脉曲张一点抬腿二点穿弹性裤袜帮助血液进入较大且较深处的静脉三点垫高床尾有助于睡眠时的血液回流四点勿穿高跟鞋五点保持理想体重可减少静脉曲张的机会六点避免紧身衣物以免使血液聚集在腿部七点小心食用避孕药某些避孕药可能引起这种问题八点避免抽烟九点多散步十点请教医生淤血一点冰敷每次15分钟两次之间勿用热敷二点受伤二14小时之后使用热敷
3.8 台高靠墙。4. 每日摄取维他命。C. 5. 注意某些药物。例如阿司匹林、抗凝血症消炎药、兴奋剂或气喘药。6. 不可酗酒。脂肪过量。1. 减少脂肪摄取量。2. 摄取淀粉食物。3. 远离甜食。4. 减肥。5. 运动。6. 避免酒精。7. 摄取鱼油。糖尿病。1. 摄取碳水化合物。应有 50%-60% 的热量来自碳水化合物。2. 摄取适量蛋白质。应占总热量的 12%-20% 以上。3. 减少脂肪摄取量。4. 多吃纤维食物。5. 减少胆固醇量。6. 使用代糖。7. 谨慎使用果糖。8. 低放甜味剂中的热量。9. 少量多餐。10. 限制酒精用量。每周不喝超过 60CC 的烈酒。11. 降酒精视为脂肪。12. 减重。13. 定期运动。14. 快速步行。15. 勿从事举重或需要用力推拉的运动。16. 照顾牙齿。维护口腔清洁。定期检查牙齿。使用牙线。17. 佩戴有合适当的假牙。18. 减轻生活压力。19. 放松身体。20. 定期验血。21. 使用成药应请教医生。22. 血糖过低或太高都要请教医生。23. 受伤时必须送医治疗。24. 呕吐或腹痛尿液含大量糖分及丙酮，血糖浓度超过200毫克，体温为38度或更高时，请立即就医。25. 注意足部的情况。由于糖尿病会减低疼痛的感觉，所以可能为察觉足部已受伤而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遭到截肢的命运。26. 定期检查足部，保持前径清爽，将指甲修短，尽速治疗香港脚等疾病。冷天保暖，穿着舒适的鞋子，一定要穿袜子。27. 适度补充烟碱酸基、纯花青酸维他命 C、锌镁维他命 B、维他命 B、胰酸头及嗜酸菌等营养品。痛风。1. 发病时应提高患部关节，让患部休息。2. 使用具消炎性的止痛药，例如Ibuprofen right parenthesis 3，避免阿司匹林或 acetaminophen 等药物。4. 冰敷患处。5. 避免含嘌呤 purine 的食物，以避免促成高粱尿酸。此类食物如鱼内脏、肉汁、沙丁鱼一类、芦笋、甜豆、扁豆、白花椰菜、菇类、燕麦片、虾贝类、菠菜、全麦面包、酵母菌、肉鸡鸭等。6. 补充大量水分，可帮助尿酸排出体外，也可避免痛风引起的肾结石。7. 喝药草茶。
专家推荐氧拔器。Sarsaparilla 石头。Yarrow 玫瑰石欧薄荷。Peppermint 等药草。8.5 颗酒。9点控制血压。10点不宜一件肥餐方式控制体重。以免因进食造成细胞分裂。将尿酸释出。11点服用为用命要请教医师。过量的烟草酸及维他命 A 可能引起痛风发作。12点保护关节。不要绊到脚趾。同食物穿过紧的鞋子。13点多吃樱桃。可以疏解痛风。14点以木炭粉和亚麻仁敷在疼痛的关节，将脚泡在木炭粉和水调和的热水中，或是一天服用4次 0.5 至1茶匙的活性木炭，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尿酸量。肾结石 1. 摄取大量液体，一天最好能排出约 1.14 公升的尿液。2. 控制钙的摄取量，避免摄入过多的钙质，但并非禁止。3. 胃药常含有高量的钙，若罹患钙结石，则服用胃药时应选择含钙量较少的品牌。4. 勿吃过多富含草酸盐的食物，包括豆类、甜菜、芹菜、巧克力、葡萄、青椒、香菜、菠菜、草莓及茶。5. 服用镁及维他命 B6， 可减少 90% 的复发率。6. 吃富含维他命 A 的食物，可维持尿道内膜健康，也有助于避免结石复发。这类食物包括胡萝卜、绿花椰菜、洋香瓜、南瓜、牛肝。但高剂量的维他命 A 有毒，服用前最好请教医生。7. 保持活力，以免钙质沉积在血液中。8. 减少蛋白质的摄取量，包括肉类、前烙鱼和鸡。9. 减少盐分的摄取，少吃各种高盐分的食物。10. 限制维他命 C 的用量，特别是草酸钙的结石患者。11. 勿服用过多维他命。12. 若曾为患者之后又感到任何强烈疼痛或尿液带血，请尽速就医。13. 患者应了解本身结石的类型。胆固醇过高。1. 注意体重。2. 减少脂肪摄取量。3. 改用橄榄油。4. 不必禁绝吃蛋黄，但一周最好不要超过3个。5. 摄取豆类，例如菜豆、扁豆、黄地豆、大豆、黑眼豆、斑豆等，可有效降低胆固醇。6. 多吃水果，可降低胆固醇。7. 摄取燕麦，可有效降低胆固醇。8. 摄取玉米糠。9. 多吃胡萝卜。10. 多运动，可减少动脉脂肪的堆积，也能提升三餐饭后消除血中脂肪的能力。11. 适量的摄取瘦牛肉，可能有益于心脏。12. 喝脱脂牛奶，其中的非脂肪只能抑肝内制造胆固醇。13. 服用蒜头汁，可使胆固醇下降。
14. 服用央车前子。Psyllium seeds. 可降低血胆固醇。15. 减少咖啡摄取量。16. 勿抽烟。17. 放松心情。18. 烟碱酸、维他命 C、维他命 E 及钙可以降低胆固醇含量。19. 茶的鞣酸有助于控制胆固醇。20. 柠檬、草油、螺旋藻、大麦、米糠及活性炭可以降低胆固醇。心点疾病自我治疗点三点呼吸系统疾病感冒1. 服用维他命 C 可缩短感冒期并缓和咳嗽打喷嚏等症状2. 摄取锌可缩短感冒期间同时大幅减轻喉咙痛等症状。3. 保持乐观的心情。可促进免疫系统的活力。4. 多休息。保留复原的体力。也可避免一些并发症。减慢每天的活动。避免过度劳累。5. 避免参加聚会。以免过度消耗体力。6. 注意保暖。7. 散步或快走。以改善血液循环。帮助免疫系统循环抗体。8. 饮食清淡。少吃脂肪肉类及乳品。多吃新鲜蔬果。以减轻身体的压力。9. 喝热鸡汤。有助于鼻腔粘液的流动。可加强体内排除病菌。10. 多喝水。补充感冒时所流失的重要体液。帮助排出有害杂质。11. 勿抽烟。抽烟会干扰抗感染的纤毛活动。因此感冒时不要抽烟。12. 以盐水漱口。可疏解不适。13. 浅啜热泼的酒。Toddy. 或半杯葡萄酒。有助于打通鼻塞并帮助入睡。14. 洗热水澡。15. 以棉花在鼻子周围涂些凡士林。以润滑过度性鼻的疼痛感。16. 服用感冒药。如阿司匹林。17. 若发烧 38.3 度 C 以上或小孩发烧。应尽速就医。18. 任何剧痛都应就诊。如耳痛、扁桃腺肿、鼻窦痛、肺痛或胸痛。19. 吞咽极度困难或食欲不振时应就医。20. 气喘或呼吸短促时应就诊。流行性感冒。1. 待在家。2. 多休息。3. 多摄取液体。4. 使用止痛药。5. 小孩勿服用阿司匹林。6. 注意其他成药。7. 用盐水漱口。8. 服用口含锭。9. 增加空气湿度。10. 适度润滑鼻子。11. 热敷肌肉。减低不适。12. 呼吸新鲜空气。
13点搓搓背，可活化免疫系统。14点吃清淡的食物。15点发烧、头痛、全身酸痛、咳嗽及疲倦是流行性感冒较易有的症状。流鼻水、喉咙痛则是感冒较容易有的症状。支气管炎。一点戒烟。除了自己不抽烟，也去吸二手烟。二点多喝水，帮助化痰。三点吸入湿暖空气，如洗热水澡吸收蒸汽。四点避免过度依赖痰剂。五点尽量忍住咳嗽。六点请教医生使用痰剂。气喘病。一点戒烟，除了自己不抽烟，也去吸二手烟。特别是家中有小孩气喘，更应禁绝吸烟。二点睡觉前避免吃得太饱，以免胃液逆流导致气喘。可以将床头及枕头垫高，或是度服用制酸剂。三点避免冷空气。四点使用口罩或围巾保暖。五点留心空调的设定。六点小心饮食，避免容易引起气喘的食物。七点远离厨房。八点小心用盐。九点避免食品添加剂，特别是亚硫酸盐及味精。十点使用止痛剂要选择不含阿司匹林的。11点正确的使用吸入剂。12点若气喘快发作又没有吸入剂时，喝几杯浓咖啡有缓解作用。13点每天服用50毫克的维他命 B6。14点激烈运动时应闭上嘴巴，用鼻子呼吸。15点经常游泳。16点运动前后都要暖身或加以缓和。17点随身携带药物。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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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点消化系统疾病，打嗝。一点前吃一匙糖。二点弯身喝水。三点憋气或吐气。四点吃饭时不说话可避免打嗝。五点憋气喝水。六点用力拉舌头。七点以棉花棒刺激上颚硬部和软部的交接处。八点咀嚼并吞咽前面包。九点双手抱膝压胸。十点憋气。11点用水漱喉咙。12点吸吮碎冰块。13点冰敷横膈膜处。心。1点喝可口可乐糖浆。有助于安定胃部。2点服用。9晕车药。3点喝少许清澈的流质饮料。避免冰冷。四点饮用气泡散逸的碳酸饮料。五点吃少许碳水化合物。六点服用姜粉胶囊。呕吐。一点补充水分。淡茶果汁等透明液体亦可。二点啜充电解制饮料清汤果汁或加糖加盐的流质。三点注意尿液颜色。过深表示水分补充不足。四点少喝冷饮。室温或微热的饮料较佳。
五点避免饮用气泡饮料。六点食用糖浆。如可乐。七点食物力求清淡。胀气。一点减少乳糖摄取量。二点避免可能产生气体的食物。如豆类、甘蓝菜、绿花椰菜、甘蓝菜芽、洋葱、花菜、全麦面粉、白萝卜、香蕉。三点纤维摄取应适度渐进，以免因快速增加纤维而引起的排气不良。四点请教医生使用成药缓和胀气、乳糖不耐症。一点进行测试，调整乳糖摄取量，找出适合自己的食用量。二点补充钙质，以免因乳糖不耐症少喝牛奶而导致钙质不足。三点喝牛奶时配以其他食物。四点从每天的饮用量中一点一点增加，训练自己的可耐性。五点食用优酪乳，最好是未经二次低温杀菌且脱脂的优酪乳。在食用乳制品前吃一点，可减轻乳糖不耐症的症状。六点吃乳酪或起司，特别是较完全的硬乳酪。七点谨防填充剂，因乳糖是许多药物及营养补充品的填充剂，肠胃溃疡。一点避免刺激性食物。二点避免饮用牛奶。三点使用制酸剂疏解症状。四点勿使用过量的止痛剂。五点戒烟。六点发泄情绪。七点少量多餐。八点勿服用铁质补充物，以免引起严重反胃、胃灼热。一点节制饮食，除了分量不可太多，也要细嚼慢咽。二点保持直立状态，如必须躺下，请将头部垫高。三点服用制酸剂。四点不要喝牛奶或薄荷，以免刺激胃酸分泌或反流。五点减少饮用咖啡。六点停止食用巧克力。七点停止吸烟，也去吸二手烟。八点避免饮用含气泡的饮料。九点勿吃油腻食品，如脂肪含量较高的肉类及乳品，以免刺激胃酸。十点避免腰部堆积过多脂肪。十一点放松腰带。十二点注意某些可能加重胃灼热的药物。十三点注意辛辣食物。十四点少吃柳橙、柠檬等酸性水果。十五点睡前二小时避免饮食。十六点消除生活压力。食物中毒。一点补充液体，尤其是开水或其他透明的液体。二点补充因上吐下泻所流失的电解质，如钾钠及葡萄糖。三点避免制酸剂。四点先别止泻，让体内毒素排出之后再向医生咨询。五点无需催吐。六点饮食要清淡，先食用容易消化的食物，避免容易刺激胃的食品。便秘。一点摄取足够的水分。二点摄取大量纤维质。三点养成运动的习惯，以促进食物通过肠子。四点每日步行20分钟以上。五点每餐饭后
固定如厕十分钟，有助于养成排便习惯。六点放松心情，七点尽情的开怀大笑，八点避免使用通便剂，以免造成依赖。九点慎用药品及补充品，特别是加钙、铂、铝的制酸剂、抗组织胺、镇定剂、三环兴奋剂等。十点注意某些食品，如胃结肠痉挛，则避免易导致排气的食物，如豆类、白花、椰菜、甘蓝菜等食物。十一点降低食量。十二点勿用力过度。下痢。一点饮用牛奶可能造成下痢。避免含有乳糖的食物。二点做乳糖耐受性测试。三点小心使用药品，以免带来下痢的副作用。四点饮食要清淡。五点补充水分。六点避免豆类、甘蓝菜、面包、面条、苹果、李子、梨子、玉米、燕麦、马铃薯及乳制品等食物。七点避免饮用碳酸饮料。八点远离厨房，避免传染。九点如果可以，让引发下痢的物质自然的排出体外。水土不服的腹泻。一点多喝水。二点补充电解质。三点检查尿液颜色。若过深则表示水分不足。四点避免乳制品及固体食物。五点使用止泻剂。六点使用以天然纤维为主成分的通便剂，可有效减少如厕次数。七点请教医生服用抗生素或鸦片酸。八点旅行时避免未煮熟的蔬菜、肉类、海鲜及不洁的饮料。九点确保餐具清洁。十点将水煮沸三至五分钟后再饮用。十一点多喝可乐、柳橙汁等酸性饮料，有助于抵制大肠杆菌的数量。十二点旅行前饮用优酪乳或吃优格，防止细菌入侵。痔疮。一点多摄水分及纤维。二点润滑肛门，如以凡士林涂肛门内半处。三点清洁肛门时，应以不含刺激性及化学成分的卫生纸轻轻擦拭。四点切记以手抓痒，以免损害静脉管壁。五点避免提重物。六点屈膝蹲坐在温水中，以促进患部的血液循环，帮助收缩静脉。七点避免使用色剂。八点保持适当体重，减轻下肢担负。九点控制盐分摄取。十点咖啡、辛辣食物、啤酒及可乐不宜过量。十一点孕妇发生痔疮的几率极高，最好每四至六小时用左身侧躺二十分钟左右，以减轻下半身重量血管的压力。十二点将肛门内膜向外突出，勿以手推回肛门内，避免演变成血块。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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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点妇科与泌尿系统疾病，金钱症候群。一点保持乐观自信。二点少量多餐，同时采用低糖饮食。三点避免甜食。四点减少乳品，避免乳糖阻碍体内吸收酶，因为酶可帮助调节动情激素的浓度，同时促进分泌。五点避免动物脂肪，以多元不饱和脂肪取代动物性脂肪。六点限制盐的用量，最好采取低钠饮食，以防止水分滞留在体内。七点增加纤维质的摄取量，多吃蔬菜豆类、全麦荞麦以及大麦。八点避免咖啡因，节制食用咖啡、茶、巧克力等含咖啡因食物的用量。九点节制饮酒，酒精将加重情绪低潮，也会使头痛及疲倦更加严重或引发吃甜食的冲动。十点避免以利尿剂来疏解腹胀，以免使矿物质流失过多。十一点适度运动有助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并排出水分，也能促进大脑制造脑内啡，有助全身舒畅。十二点缓和环境气氛，如柔和的色调或宜人的音乐。十三点深呼吸。十四点泡矿物澡，在温水中加入一杯海盐及一杯碳酸氢钠，有助放松全身肌肉。十五点做爱，性高潮可疏解肌肉痛及血液循环不顺，同时可刺激有助于清除充血器官内的血液及其他体液。须知精气神是人身三宝及机会成本的概念。十六点适度安排工作进度及目标，勿使自己负担过大。十七点与他人分担倾诉。十八点适度的服用维他命 B6， 可疏解情绪，有助排出水分，乳房胀痛疲劳及想吃甜食的欲望。为需经医师指示。十九点维他命 A 及 D 可改善皮肤健康，有助于抑制经前的粉刺及皮肤油脂过剩。二十点服用维他命 C 可减轻情绪紧张，并可防止月经前期的过敏症。二十一点维他命 E 可缓和乳房疼痛、焦虑、沮丧等症状。二十二点钙与镁可预防经前的痉挛及疼痛。镁并能控制对食物的渴望，同时稳定情绪。镁同时可帮助钙质的吸收。二十三点控制吃甜食的欲望。经痛。一点饮食均衡。二点服用维他命。三点补充矿物质，如钙、钾及镁等矿物质，可帮助疏解经痛。四点避免咖啡因，因此咖啡、茶、可乐、巧克力等食物最好少吃。五点禁酒，特别是容易出现水肿的女性。六点勿使用利尿剂，以免使重要的矿物质连同水分排出体外。七点保持温暖，可加速血液循环，同时松弛肌肉。八点多喝热的药草茶或热柠檬汁。九点可在腹部放置热敷垫或热水瓶，一次数分钟。十点泡矿物澡，
在水缸加入一杯海盐及一杯碳酸氢钠，泡20分钟，有助松弛肌肉并缓和筋痛。11点从事走路或其他适度运动，可减少经期疼痛。12点练习瑜伽操，如弯膝跪下坐在脚跟上，前额触地，双臂伸直，保持这个姿势，直至不舒服为止。13点做爱，性交的高潮可疏解经痛，将血液及其他体液带离子宫，须知精气神是人身三宝及机会成本的概念。14点服用止痛药，最好和牛奶或其他食物一起吃，才不会太伤胃。停经。1点调适生活态度，充实自我，寻找朋友或家人的支持。2点每天运动，走路、慢跑、骑车、跳绳、跳舞或游泳等，都是适合停经妇女的运动，要小心避开。4点穿着多层衣服，以便于在皮肤发热时可脱下，待症状消失后再穿回。5点穿透气凉爽的衣服。6点少量多餐，以利身体调节体温。7点多补充水分。8点减少咖啡因的摄取，以免刺激荷尔蒙诱发皮肤发热。9点限制酒精摄取量。10点避免热气及高温。11点持续性生活，如果有困难应与伴侣沟通一起解决，或使用辅助工具。另外练习 Kegel 操可帮助做爱时的愉悦感，并防止尿失禁的发生。嗨戏。1点和姊妹或朋友分享经验。2点经常补充单糖。柳橙汁及葡萄汁是极佳的单糖来源。3点避免油炸食物。4点多吃生的杏仁果。5点睡前吃点东西，可避免早上起床时血糖过低，同时避免胃灼热。6点喝清澈的液体，如肉汤、开水、果汁及某些草药茶。7点满足自己的胃口，想吃石磨就吃石磨，只要不是垃圾食物即可。8点保持心平气和。9点若体重减轻，无论减轻多少都应该看医生。10点感到虚脱，没有尿意或连续4-6小时完全无法进食时，请马上就医。尿失禁。1点详实记录每天的饮食及大小便情形，以利医生追踪原因。2点克制水分摄取，尤其是睡前。3点避免酒精。4点避免咖啡因，咖啡因也是一种利尿剂。5点少喝葡萄柚汁。6点保持排便通畅。7点戒烟。8点减肥。9点排尿时尽量排光膀胱的尿液，然后站起来再坐下，微向前倾，再排一次。10点勿憋尿，一有尿意应马上去排尿，最好在饭前、饭后及睡前将尿液排尽。
11点训练排尿习惯，先在短时间内固定去排尿，再慢慢延长，可有效改善尿失禁的问题。12点睡的地方离厕所不要太远，方便排尿。13点在打喷嚏、咳嗽、提重物或弹跳时，应是紧缩或约肌，以免尿液外漏。14点有尿失禁的前兆，放松心情再缓步走向厕所排泄。15点使用成人纸尿裤、尿床。1点不因小孩尿床而予以责骂。2点在卧室内安排备用品，让小孩在尿床后可自行更衣或换床单，以免尴尬。3点以耐心与关心面对小孩尿床的情形，膀胱感染。1点多喝水，以增加排尿，可预防甚至治疗感染的状况。2点洗热水浴，可减轻疼痛。3点服用阿司匹林等消炎药，能减轻发炎引起的灼热感。4点服用维他命 C， 可以酸化尿液，干扰细菌生长。5点排便后，由前向后擦拭肛门，可预防感染复发。6点性交前上厕所，以免细胞借由性交被带入膀胱。7点考虑是否使用子宫套避孕器，因子宫套避孕器容易引起复发性膀胱感染，若有感染情形，应考虑该以其他方法避孕。8点尽量使用卫生棉取代卫生棉条。9点注重个人卫生，穿着棉质内衣裤较容易保持前爽洁净，但勿清洁过度。10点膀胱感染患者一旦出现血尿、下半部背及腰窝疼痛、发烧、心或呕吐时，就应该要看医生。阳痿1点给予较多的时间，年纪愈大产生勃起的刺激时间可能愈长，射精与下次勃起的时间也可能随着时间而延长。2点某些药物可能引起阳痿，因此若怀疑现在服用的药似乎造成阳痿的情形，应该跟医生讨论。3点克制酒精摄取量。4点注意饮食，因为阴茎是一种血管器官，所以若摄取太多胆固醇及饱和脂肪，可能使阴茎窄化，造成阳痿。5点戒烟，可避免因血管收缩造成勃起组织的平滑肌松弛，因而阻碍勃起反应。6点锻炼体型，对自己的身材愈满意，愈容易进入状况，达到勃起。7点勿运动过量。8点等待疼痛消除，疼痛时身体会抑制各种性刺激，因此疼痛消除可改善勃起困难的情况。9点避免全身性的兴奋剂，放松心情才是性行为中愉悦的催化剂。10点将注意力集中在与伴侣感官上的亲密关系，不必一味担心是否勃起。11点与伴侣开诚布公的沟通，试着找出问题的症结。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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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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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六点眼耳鼻喉科疾病黑眼圈一点冰敷可收缩血管帮助消肿也减少引起黑眼圈的内出血二点避免阿司匹林因其胃抗凝血剂使血液不易凝结会使造成黑眼圈的出血不易停止三点勿擤鼻涕以免因压迫与眼眶相邻的鼻窦而使空气注入眼皮下不但造成肿大也会增加感染机会眼睛疲劳一点注意光线太暗的灯光使眼睛容易疲劳使用能提供明暗对比的柔和灯光较佳二点每二至三个小时连续使用电脑应将眼睛移开电脑十至十五分钟让眼睛休息三点减弱荧幕的光线让荧幕的亮度降低可避免疲劳四点将电脑套上全黑的厚纸板使荧幕光线可以降到很低五点闭眼休息是消除眼睛疲劳的好方法六点将毛巾浸入茶用来敷眼十至十五分钟可消除眼睛疲劳七点将双手摩擦生热再盖住眼睛勿压迫双眼深缓的呼吸有助于消除眼睛疲劳八点眨眼三百下有助于清洁眼睛同时达到按摩效果眼部血丝一点睡眠充足有助于滋润眼睛减少眼睛的血丝二点清洁眼睑以免因残屑油脂细菌化妆品等沉屑导致眼睛发炎布满血丝三点使用人工泪液减少前色四点以冷毛巾敷眼部可收缩血管滋润眼睛夜盲症一点如果坐在黑暗中五分钟还看不到的话可能就是患了夜盲症二点维他命 A 影响人的夜间视觉能力若有夜盲的症状服用大量维他命 A 可在数小时获得改善但服用大量维他命 A 需经医师同意三点增加夜间开车的可见度保持前灯前进在光线不足时避免戴太阳眼镜有助于增加可见度四点夜盲者应避免夜间开车五点事先计划路线选择交通流量较小的道路可减少夜间开车的麻烦若天况不佳最好不要开车结膜炎一点以温毛巾敷眼二点保持前进以棉球沾清水擦拭分泌物可加速复原三点可以将婴儿洗发精与温水以一比十制成溶液用棉球沾湿擦拭眉毛
可软化清洁眼睑与睫毛。四点勿与任何人共用毛巾手帕，以免互相传染。五点游泳时请戴泳镜。六点如果你的眼睛痒得像是被蚊子咬，眼内也有橙丝的脓，那可能是过敏性结膜炎，最好以抗组织胺的成药并加以冷敷。七点细菌引起的结膜炎在眼睛闭上时情况会加剧，因此晚上睡觉时最好点些抗生素软膏，以防止分泌物过多。耳垢。一点勿将任何东西插入耳朵，以免刺破耳膜，即使是棉花棒或手指都不好。二点滴一两滴双氧水矿物油或甘油等居家常备药，将耳垢软化，让多余的液体流出。重复两三天后，耳垢软化便可开始充气。三点滴几滴酒精也有助于蒸发耳内的水分。四点清洁耳朵不可太长，一个月一次就够了，否则会将耳朵的保护层冲掉。五点耳朵若有阻塞或听力丧失的问题，应立即就医。若未及时治疗耳朵感染，可能造成永久性失聪。耳痛。一点坐立姿态有助于消肿，促使耳咽管开始滴流，吞咽也能疏解疼痛。睡觉时最好稍微垫高头部，以利滴流。二点保持温暖，可以减轻疼痛，因此可将吹风机置于距离5至10公分处，让暖气送入耳朵。三点想知道是否得了中耳炎，可以抓着耳朵摇动一会儿，若未觉疼痛，则问题应该是在中耳，反之则感染可能发生在外耳道。四点将婴儿油置于一锅温度与体温相同的水中，待婴儿油温度也达到体温时，滴一到二滴到耳内，可减缓疼痛。唯必须注意，如果你怀疑耳鼓膜破裂或穿孔，千万不要滴任何液体到耳内。五点咀嚼口香糖，让肌肉活动有利于打通耳咽管。六点吸一大口气，捏住鼻子，然后将空气挤入鼻腔内。当你听到啪的一声，耳内与耳外的压力就会平衡了。七点飞机降落期间不要睡觉，因为入睡时无法像猩猩那么长吞咽，耳朵无法跟上气压的变化，可能使耳朵不舒服。八点在飞机着陆前一小时或睡前使用去冲血剂或鼻腔滴液，可预防半夜耳朵痛。九点保持耳朵内外压力平衡，潜水游泳时避免使用超紧的耳塞或头套过紧的潜水衣，以免在下降时阻碍压力的平衡。十点避开疼痛的来源，如搭飞机或潜水。十一点试试止痛药，可暂时疏解疼痛。耳朵感染，一点服用止痛药，可帮助耳朵感染患者进入梦乡，但若年龄低于21岁，则不宜服用阿司匹林，以免罹患雷氏症候群。
这是一种威胁性命的神经疾病。二点，保持头部直立，耳咽管就可以自然滴流。三点，喝水的吞咽动作有助于打通耳咽管，耳咽管打通就可以解除疼痛。四点，耳朵容易感染的您可在睡前使用去冲血剂，帮助耳内前道，使患者入眠。五点，喝母奶的婴儿较不容易发生耳朵的毛病。六点，戒烟，烟所含的刺激物将促使耳朵的毛病变成感染，导致耳咽管阻塞。二手烟易燃，七点，容易罹患耳炎的小孩，父母应选择较小型的托儿所，可减少罹患机会。八点，三岁以后的小孩就脱离耳炎的困扰，比较不容易被感染了。中耳炎。一点，弄湿耳朵，应将外耳向上及向外拉，使耳道伸直，再以吹风机向耳内吹30秒，可消除细菌及霉菌库室的湿热环境。二点，在耳朵发痒时滴耳药水，使其具有抗菌功效，可避免感染。三点，洗头发、洗澡或游泳时，记得戴耳塞，可保持前道，避免感染。四点，患中耳炎时若想游泳，应将头露出水面，减少水进入耳内的机会。五点，使用止痛剂暂时止痛，但仍应就医。六点，热敷可疏解耳痛。七点，勿清除耳垢，适度的耳垢可防潮并提供良性菌的栖身处。八点，保持耳道的前道，可以棉花棒沾凡士林，轻轻地塞入耳朵入口处，有助吸收耳朵内的水分，使耳道前道。九点，使用消毒酒精、白醋、婴儿油或羊毛汁等家庭配方，在每次弄湿耳朵后充当前道剂。十点，慎选游泳场所，才不会感染细菌打鼾。一点，节食，大多数的打鼾者都是体重过重的中年人，减肥可停止打鼾。二点，睡前喝酒会使打鼾更严重。三点，避免镇定剂，因为任何使头颈附近组织放松的物品都会使打鼾更大声。四点，抽烟的人较容易有打鼾的问题。五点，侧睡觉不易引起打鼾。六点，垫高床头，不只是头部，而是整个上半身。七点，控制过敏症，打喷嚏和打鼾经常相携而来，可使用鼻腔去冲血剂减少过敏引起打鼾。八点，鼾声愈大问题愈严重，过于严重的情形可能要开刀解决。流鼻血。一点，在止流之前应先将血块擤出，以免因伤口无法闭合而无法止血。二点，以去冲血剂或鼻腔喷液将棉花沾湿，塞入鼻孔可帮助止血，白醋也行。三点，用手指捏住部分的鼻肉，持续压紧5-7分钟，可帮助止血。四点，坐直，以免血液流到喉咙。五点，冰敷可促使血管收缩，减少流血。六点，血液凝结后，
将形成血块叠加。此时最好不要挖鼻孔，以免剥落叠加，造成鼻血复发。七点涂抹抗生素或类固醇软膏，可止痒也可防止粘液前硬。八点补充铁质，帮助体内造血。九点阿司匹林可能干扰血液凝结。如果你很容易流鼻血，最好少用阿司匹林。十点此外，医生建议少用富含水杨酸的食物，包括咖啡、茶、杏仁果、苹果、杏果、蓝莓、黑莓、小红莓、薄荷、樱桃、葡萄、葡萄、甜桃莓、番茄及黄瓜。十一点控制血压，选择低脂低胆固醇的食物。十二点增加空气湿度。十三点补充维他命 C。十四点慎选口服避孕药，最好和医师讨论。十五点戒烟，以免使鼻腔黏膜前道引发流鼻血、鼻窦炎。一点吸入热蒸汽，有助鼻窦通畅。二点喝杯热饮，可提供部分疏解。三点使用湿气机，可预防鼻腔及鼻窦前道。四点多补充水分，每天喝大量的饮料可以稀释粘液，保持流畅性。五点一次性一边，可防止内耳形成压力，使细菌跑到更深的地方。六点使用去冲血剂，帮助收缩血管，使空气流通顺畅，并减轻鼻腔内的肿胀感。七点勿持续使用鼻腔喷液，否则会使症状延续或甚至更糟。八点运动有助肾上腺释出，能收缩血管，帮助消除鼻窦的肿胀。九点以指腹擦摩疼痛的鼻窦，可促进新鲜血液流至此处，缓和不适。十点用热毛巾覆盖眼睛及颧骨，可消除鼻窦痛。十一点吃蒜头、山菜根，可使粘液较不粘稠胶着，使粘液较易流动。喉咙痛，一点服用口含定，特别是含酚的口含定可杀死表层的病菌，有助于控制入侵，同也有轻微麻醉作用，可麻痹神经末梢，减低痛痒感。含酚的喷液也有同样效果。二点服用心口含定，可有效疏解喉咙疼痛，但不可连续使用高剂量的心达七天以上，以免干扰体内其他矿物质。三点洗盐水或其他溶液来治疗，如洋甘菊茶、柠檬汁、威士忌。若声音有嘶哑或咳嗽，则疼痛的部位较深，这时漱盐水较无济于事。四点增加室内的湿度，才不会因嘴巴呼吸而吸入前道空气，造成疼痛。五点解决鼻塞的问题，可减低喉咙痛的问题。六点服用止痛药，以减轻痛苦。七点多喝白开水。八点以洋甘菊泡入沸水，再用热毛巾浸透拧前，直接敷在患部，待毛巾冷却再重复前述动作，可疏解不适。九点服用蒜油胶囊，
可有效杀菌。为出现反效果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十点服用维他命 C 有助强化组织，可帮助对抗喉痛的病菌。十一点更换牙刷，以免旧牙刷上的细菌侵入。若生病了，复原时应该再换一次牙刷，以免被感染。十二点睡前一至两小时内不要吃东西，睡觉时间。